Attention, please. We are now arriving. Thank you.
快到了。Attention, please. We are now arriving at 樟脑寮 station. まもなく樟脑寮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。独立山车站距嘉义约27.4公里。不要再将车门打开，发生危险，感谢您配合，谢谢。
客您好，水社寮站快到了。Attention please, we are now arriving at 水社寮 station. まもなく水社寮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。水社寮位于仁寿村，原名水车寮，因早期以水车及水而得名，直到日据时期才根据日语发音改为水社寮。水社寮因地处偏僻，至今依然保存原始风貌。水社寮车站是阿里山森林铁道上的小站，此站的特色在于进站和出站的轨道恰成180度，以车站为起始点，可步行至四周的知名景点，沿途覆盖着山林和竹林，拥有极佳的视野，可以展望玉山、塔山、瑞里、奋起湖。另外，水社寮远湖洞则在摊方废弃的。Attention please, we are now arriving at 奋起湖 station. まもなく奋起湖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。奋起湖的东西北三面由大洞山、光轮山与摩天岭所环绕，因为地处于西南方低洼地势，形成本基状盆地，闽南话称盆地为“盆”啊。就称奋起湖。奋起湖是阿里山森林铁道的最大终点站，由嘉义至此约需2小时又1刻。秀丽风光，已是阿里山最知名风景区之一的老街。奋起湖铁路便当、四方竹、古道、瀑布、奇木怪石，皆是奋起湖的特色。台湾铁路管理局阿里山森林小火车，感谢您的搭乘，祝福您旅途愉快。各位客，终点站奋起湖车站到了。那待会等列车进站完全停稳之后，我们才来依序的有列车行进方向的右侧，右侧车轮来依序下车。
下车前请各位旅客不要忘了您这个所随身携带物品来并带下车。感谢各位旅客搭乘，并且祝福您旅途愉快，谢谢。这个旁边，我这边躲雨啊！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！